有人套房了。一个外国人竟然在宪兵队严密看管之下逃跑了。从当时的情况和我们调查的结果来看，这完全是一次有计划的营救行动。他们干的真是不错。还是那些不明身份的人干的吗？我想是的。这个约瑟夫对于我们很重要，他是一名摄影记者，文字和声音我们都可以说他是故意捏造的，可照片这种东西如果让他流出了中国，那会对大日本皇军很不利，必须找到他。是。你们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把我弄到这里？我们是一些正义的中国人。正义？你们的国家正在遭受灾难，而你们却住在租界这样豪华的房子里，请问今天的中国有这样昂贵的正义吗？但是我们正在做应该做的事情。应该做的事情？那你们就像南京守城的将士那样去和你们的敌人浴血奋战啊。约瑟夫先生，你误会了。你怎么知道我名字？是王铁生参谋告诉我的。我知道你们是朋友，他也是我们的朋友。他不相信我们，以为是个圈套。可以理解。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？你们又凭什么让我相信？我想我们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点误会。误会？是的，这还不是一般的误会。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，不要指望从我身上得到什么，或者继续这种无趣的谈话。先生，你是不是觉得这是一个圈套？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？我知道你的母语是德语，而我就是从德国回来的。我的家在瑞士日内瓦的环境比这里要舒服得多，所以我回来并不是为了享受，而是为了报效我的祖国。那好，要我相信你们也可以，但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
我的上帝，谢谢你的指引。怎么才能让他信任我们呢？他会让我信任你们。这是我的钢笔，怎么会到你们这里？这是您的钢笔？对，这是我来中国之前我父亲送给我的，这上面刻了我的名字的缩写，你们看。 然后你把他送给了一位中国朋友，对，就是你们刚刚提到的王铁生中校，他在哪儿？我要马上见他。很抱歉，约瑟夫先生，他已经牺牲了。哦，这什么？这是约瑟夫提供的外籍记者的名单，一共9名，涉及到5个国家。太好了。 我马上通过渠道，把名单提交给这些国家的驻华外事机构。他们一旦出面交涉，日本人就再也无法掩盖下去了。等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，自然就会有正义的声音向世界发出了。但是约瑟夫执意要返回南京。啊？为什么？他说那是他的岗位，我觉得他似乎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完。 不不不，不能让他。喂，是我，大石先生。现在我的会议室里正坐着5个国家的外交使节。 他们拿出了失踪记者的名单，作为宪兵司令，你对此有什么可解释的吗？我们正在研究，来不及了。我刚才请示了近卫总理大臣，回答是立刻放人，并且我今晚还得亲赴上海宴请他们，向他们表示歉意。司令官阁下，你这件事。 办的实在是不怎么漂亮啊！我失职，你让大日本帝国处在了一个极端尴尬和无比被动的境地。另外，奥地利政府提出要约见约瑟夫凯奇，他们说，这个人被你们秘密押解到了另外的地方，是这样吗？大使先生，关于约瑟夫凯奇，我回头会向您当面解释。 快来，约瑟夫跑了！谢谢你们。
谢谢啊，啊，谢谢谢谢。约瑟夫先生，你很会打门呀。我不是约瑟夫，小路子，走。我不是你们要找的人，老实点。约瑟夫，云飞，谢谢你们。没事吧？怎么样？我们下一站下车。好。不行，我不能下车，我要去南京。我们会送你去南京的。到那边看看。检查了，到站了，再憋会儿。我憋不住了，再憋就要尿裤子了。让开，把门打开。是是是。抓紧收拾，想让你在街上一点血迹都看不到。可是就在半个月前，这里血流成河。他们也有血流成河的那一天。刘总，这叫报应。住下了，你打个盹吧。算了，天都已经亮了。停车。这里不能随便停车。停车。怎么了？我要去买份报纸。哎，岳嫂夫，我替你去买啊。不，你不知道我想要什么。何坚。跟上去，他们怎么停车了？买份报纸啊，给。嗯。喂。少佐，发现约瑟夫了。什么？暂时不要动他，把他严密监视起来。司令官，我们的人在南京发现了约瑟夫。人到南京？
很显然是和那些人在一起，他们居然还杀了我们一个便衣。可是这个约瑟夫他为什么不跟其他的记者一样随美军舰船离开？我想他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还没有了结。奥地利新闻社在南京的办事机构已经暂时关闭了，而约瑟夫却还要回去。这里面肯定大有文章。是因为那三个可恶的胶卷吗？完全有这个可能。如果他来上海之前就把那些胶卷藏到了南京的某个地方，现在又急着回去取，要真是这样，我们可就被动了。要真是这样啊，那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，要立刻找到约瑟夫。大婶，您还记得我们吗？你们是于先生的朋友，快请进。谢谢，请，谢谢，来吧。来，请坐吧。你去外面说，坐吧，看看有什么情况。我本不想连累你们，所以我就。约瑟夫先生，我们只是担心你的人身安全。我是记者。谢谢。国际公约上有明文规定，战争期间交战双方都要无条件地保护记者的新闻自由和人身安全。约瑟夫，你跟那些个强盗讲什么国际法呀？如果他们要按照国际法办事的话，怎么可能把你们几个人秘密的都关押起来呢？谢谢你们营救了我的朋友，但我不能离开，我的岗位就在中国，就在南京，我必须把我应该做的事情做完。约瑟夫先生，我们能替你完成吗？不，不能。约瑟夫，你来南京到底干什么？你得告诉我们，你只有告诉我们了，我们好帮你啊。我说过了，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不想你们受到任何的牵连。不要再说服我了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。既然他不希望我们代劳，大家就暗中保护吧。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有人跟着，另外还要提醒他千万不要和陌生人交谈，也不要轻易停车。云飞，刚才你们怎么停车了？约瑟夫啊，他要买份报纸。以后不能这样。南京表面上很平静，实际上杀机四伏，大家要格外的谨慎，丝毫不可以大意。司令官，我觉得最好是我们能拿到他想要的东西，那么这个人对我们也就不再重要了。可是万一让这个人再次逃脱，一旦他把那些胶卷在国外洗印出来，我们就彻底被动了。万不得已就让这个约瑟夫凯奇在南京失踪。我明白了，司令官。此事非同小可，你亲自到南京安排。好，我立即动身。
是礼拜日。你们怎么回事？不要这样紧跟着我，我今天是去教堂做礼拜。你看你们这样搬来搬去的，我连圣经都落下了。约瑟夫，我真没有给你成心捣乱的意思，但这是我的国家，你在为我的国家的人民做事情，我要保证你的安全。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啊！别慌着动手，千万不能打草惊蛇。这一次，我们绝不能再失手了。记住，下手要狠。明白。你那仁慈的心灵，时刻在感动着我们这些愚昧的人。我们是。疼了，你妈妈呢？别哭了，你妈妈呢？在那边。去找妈妈。
瑟夫是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，至少他不会感到遗憾。我们现在要紧的是把他未了的事情做完。我认为约瑟夫去教堂肯定不是为了去做礼拜，而是去找胶卷。可教堂这么大，我们怎么找啊？约瑟夫在临终前一直喊着突猛突猛，智博是这样吗？是的，发音像是英语里的 room， 房间屋子的意思。那一个人在临终前会用什么语言说话？当然是母语。约瑟夫是奥地利人，属于德语系。高寒，德语中的突猛是指什么？是教堂的顶楼。你肯定吗？没错，多蒙是教堂，突猛就是教堂的顶楼。这就是约瑟夫要找到东西，走。别动，别动，把东西放下。出我所料啊，朋友，没想到吧，我们会在这种场合见面。我想到了，因为我相信我的魅力你是无法忘掉的。你的那些朋友呢？你不打算为我引荐吗？我这人独来独往惯了，怎么着，是在这儿把我打死呢，还是跟你回宪兵队？教堂是圣洁的领地，我不希望这里留下一点血腥气。可是这个城市每一块石头都是你们这些畜生犯罪的见证。哼，可惜石头永远不会开口说话。好了，我不想在这里与你做无谓的争执。来人，把他带走。嘿，你们不要玷污上帝的地方。什么？上帝的地方？玷污？我不许你们玷污上帝的地方。神父，神父。